这一天下来，大人拿我当傻子戏弄，假意亲近，实则想要证明我乃水性杨花之人，真是卑鄙无耻。我只是单纯的看不惯，又立刻动就请神入伙。那个人是劈柴处剪教士魏远侯梁毅，神域熏心的爪牙，在哪儿都招人恨。血去谋私，梁毅受刑，为替夺断死皮赖脸。你放他想要对我做些什么？你放心，我就是有心放浪，也不会找你。梁大人。我说你一笑横眉冷对，苦大仇深的，刚才猛地见你一笑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也救了我一命，咱俩两清了。姓彭，你刚才尺素生气的样子真还挺像的，连我都有一瞬间被吓到了。刚才生气不全都是假的。不过因为他想方设法，不因为他以身犯险，都是因为我喜欢他。走！寇真的害怕不起我，我怕你只要离开我。好甜。原来郭生辰收到礼物这么高兴。要是愿意的话，以后年年岁岁的今日，我都陪你过生辰。